好，今天我来吃一下，曼菲斯雨家的吃的，这个是紫米面包，这个是肉松虎皮，坚果盒子，我先尝尝盒子。哇，这料可有点足了。开心果、无花果，还有啥？这是我家自己打的粥，一会儿我去找老狼。尝尝紫米面包，这个紫米真的超级多，哎呀，算了，沙拉酱也还可以吧，不是很甜的那种。肉松有点咸。